墙画大一点就好。我不会画卧蚕，我不会画卧蚕。哎、欸，我天哪，我是九十一，我完全看不出来你在演哪里。你讲错了，没看，还在讲。有啊，夹一夹变直吧。没有，我也希望啊，因为这样子。不要帮叶童来怎么办？哎呀！虽然他也跟干姐的姿势一样的。啊！救命！我在影响这个论题。那我适合啊，因为我幸好我是哪个的。不会发的。我会说。哎、欸，你这是什么？你干嘛？好像是吧，我也没。Thank you.
就问。拍照是不是眼妆很不会清掉？不会，你超白。我没涂哎、欸，我没有涂哎，好开心哦。Thank you.